景气差居然让上班族的健康拉警报。我们来看，最近有药厂发现了五月份到七月份的便秘药销售量增加了三成，这显示便秘的人口有攀升的趋势。药师说了，压力过大的确会产生便秘的问题，长期便秘会导致痘痘和口臭，但是建议在选择便秘药时最好选择卫生署核准和草本萃取的，才不会影响肠胃道的功能。另外也建议多喝水，多吃蔬菜，或者按摩腹部，扭腰和仰卧起坐都可以减少便秘的问题。